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您收看《发现新人类》，一同寻找追梦的人生故事。一位22岁才完成高中学历的年轻人，曾经遭遇退学，靠打工度日，无所适从。他如何能够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完成心理諮商的硕士，并且成为企业的讲师？今天我们的节目来邀请到特别来宾陈大洲。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大洲您好。嘉荣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一起来这边追梦。很好，对啊。其实您曾经有2次被专科学校退学，后来又转念高中哦。对对对。然后呢还身负卡债，也担任也忙着很多薪水不高的工作。请问那时候你是怎么来看待您自己呢？那你的家人又是怎么来看待你？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那基本上你就觉得说反正念书，然后能够念就念，不能念 就不管它。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被退学的时候其实一点都没有感觉，很紧张。第二次被退学的时候有点吓到了，就觉得说哇，这样怎么办。那个时候其实一直想说就不想再念大学嘛，就是想说专科念毕业就好，可是专科要5年还很长。是后来再去找不同的专科，又要转学考，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决定说干脆就去念高中，看能不能3年就念毕业。就去找了很多高中，很多高中都不收。对，因为看到我被退学嘛，那当然也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学生来我们这边能够毕业吗？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压力很大。那刚刚主持人问到说家人怎么看哦，其实家人其实那时候对我挺放弃的，完全放弃也没有到完全，但是他们就觉得说不知道拿我该怎么办，而且那时候有叛逆，抽烟啊，喝酒啦，打麻将，那时候还吸毒。还有吸毒啊。是是，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年轻人18岁来讲其实是很没有方向感的。后来您又是怎么样开始有那个动力愿意改变您当时的生活？后来我知道你还去到空中大学念书啊，是是是，还去英国留学耶。对，当然啊，你回头来看哦，你就觉得说哇，怎么会去做到的？可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没有那个感觉，因为高你看专科退学，然后最后22岁，同学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才高中毕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直到退伍以后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感觉，直到开始找工作你就发现说不对，你高中学历啊都那个到处碰壁嘛，是，所以那时候开始有点压力了。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有机会在路上碰到有人邀请我去教会。其实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么明显跟我讲说是教会，他只是跟我讲说要不要来去听一个演讲。是，那个演讲有点像你刚刚那个主题一样，就是说追梦一样。我想追梦的演讲，对，这个梦这个演讲到底是要讲什么改变人生，我就去看看听听看。就想不到去到那演讲以后，我觉得蛮颠覆我的一些想法。对于教会来看，因为小时候去教会都是那种好像长老教会啦，也不是说长老教会不好，是，而是那种讲台语或者是比较沉比较庄严肃穆的哈，对那种年轻人来讲比较难去接受。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那个教会至少让我感觉活泼一点，开始比较愿意去接受主在我身上可以给我一些力量。后来你是怎么有这样的改变，愿意去留学？对，所以去了教会以后才发现说哇，这些人都这么会念书。那我想想看奇怪，他们也跟我差不了多少啊。对，对不对？大家也都是两个眼睛，他们都很优秀很优秀，都是什么台大啊、政大啦、然后国外的。我觉得哇，他们怎么那么厉害，怎么做到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如果你们可以做到我也很想改变。对，所以那个时候才重新开始读书。被他们鼓励去空大，念完书以后就决定去国外继续深造。所以后来您又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选择心理諮商这个科系的？是，其实你看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是30出头嘛，到现在在10多年前。那虽然现在还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啦，您真的看起来年轻。10多年前的时候基本上去国外念书之前，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心理问题开始，就是周遭人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周遭很多人有心理问题，有这些状况，我很希望学习能够帮到这些人。所以那个时候还想说那如果可以，那是不是有机会去到国外念书，念心理这一方面。那后来才发现哇，念心理真的很难，很挑战。对啊。后来你是和妻子一起到英国留学嘛？是。那你们到英国留学之后，刚留学的期间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讲最大困难就是语言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就是所谓的学历。
你的学历到底够不够好，过去的那个 track record， 所谓就是你的学业到底够不好。第三个呢是钱，也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钱，或者是什么学费啦、生活费啦，怎么样能够去到英国去念书。所以那时候其实遭遇蛮多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英文应该是最大的困难。英文是你最大的困难，后来是怎么突破的啊？我觉得英文那个落差很大落差很大啊！我出国前呢，基本上常常在笑自己，又跟别人鼓励，我就说我常常其实念英文我最多只会唱英文歌，而且唱的哩哩啦啦，真的。然后要么就是 This is a book, I'm Joseph, 然后就没有了。那你怎么学的，让你的英文能够快速的成长？我觉得其实学英文环境很重要，环境很重要。所以我那个时候到了英国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如果自己还是在习惯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台湾人或是年轻人去到国外念书的时候还是追韩剧追日剧，要不然就是看流星花园那这样一定没办法学英文。对，因为他希望在他那个 comfort zone 里面。可是那时候我毕竟已经30几岁了，而且又成为基督徒，我觉得人还是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很拼啊，那时候早上晚上拼命练，然后只要有机会就跟人家拼命讲，就不会讲就管他了，就所以其实学英文的秘诀就是不断的练习，勇敢的说，对不对？而且那个环境因为毕竟回到家容易学，我太太也不想跟我讲中文了。哦，然后在外面呢都只能讲英文。然后我那时候开始打工，所以我觉得打工也是很多练习的机会。打工也是很多练习的机会啊，好比说我去这个某个咖啡厅打工，就不要说哪一间咖啡厅，对不对？那去打工的时候，那你总要帮客人 order 嘛，对不对？好比说 latte 啊 cappuccino 啊，你总不能只会讲这两个字，对不对？对，你还必须要 make the order。对，所以那时候练慢久了以后。我的经理才愿意让我到前面去面对客人，以前只能煮咖啡嘛，所以我觉得慢慢这些基础打好了，英文就开始慢慢突破了。对，后来其实在国外工作也很不容易，竞争的压力也很大。是，后来你是怎么又留在英国工作的？怎么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其实我觉得后来我牛津大学录取了，其实是很长的一个故事。对对对，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最近出的书。那么我觉得在念书，其实英国几个名校，好比说剑桥、牛津、伦敦大学，我们比较幸运，就是说毕业以后，很多的公司可能就会给你机会，不管是实习也好啦，或者是也让有机会去那边去工作。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学历的关系已经毕业了嘛，然后就开始去找不同的工作。那时候因为我学的是心理相关的，所以说希望在医院啊。或者是关于心理智商这方面能够找到工作。所以找工作很容易吗？我觉得华人在东方在西方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对，所以我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怎么去 interview。 我打个比方好了，我去一个英国的一个机构，对，都是英国人。那我去那个地方 interview 之前，我把他们的网站呢所有的那个内容看完，然后看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是照片也好，或者是甚至我尽量找他们的 YouTube 来找一些影片，是，所以我大概能够知道谁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然后可能会 interview 我的人有哪些。所以我去的时候呢，我就很快觉得这些人好熟悉，所以你都准备好了。对，那他们就很惊讶说我甚至能叫得出他的名字。所以我那时候帮我那个 interview 那个 panel 三个人的时候呢，我就很快能够这样讲。他说好惊讶，你怎么那我觉得这也不是重点，而是重点是他们会对你印象深刻。我觉得外国人去那个地方工作，你要让人家印象深刻很重要，因为他一天可能要 interview 很多人。对，所以你一开始的履历要写得好。那我不是说我自己写得多好，当然是靠上帝的恩典，但是自己的准备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你觉得上帝给你什么恩典度过这些？上帝给我非常多恩典。我打个比方，我在要去申请伦敦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被14间研究所给 reject。有时候我基本上每一天收到的是说 I'm sorry to inform you， 就基本上或者是 I'm regret to inform you， 就每一个几乎都是拒绝我的。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上帝祷告说，这么多学校我也不要那么多，我只要一间就好，给我个机会。所以那时候祷告，我跟我太太就祈求嘛，那教会也一起帮我祷告，他们希望我留在伦敦。我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伦敦大学都是名校，我随便一间都可以。可是想不到最后给我 offer 的居然就是伦敦大学。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幸运，同时那时候刚好伦敦大学有那个所谓的 Open Day， 就是那种学校开放给学生去参加那种活动。所以我去 Open Day 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那个心理系所那个教授、指导老师、系主任有哪一些，我可以马上认出他的名字。对，我就去那个地方堵他们。所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可以马上讲说Professor Richard Cohen 什么什么的，马上跟他们打招呼。对，他就很惊讶说，哇，怎么有 fan， 他就很惊讶。
所以我觉得相谈甚欢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好比说我喜欢的 paper 啦、啊，我喜欢他的 research，就这一些都会让外国人对你印象深刻、哦、是，对，所以后来你也就很顺利的留在英国工作。你当时的工作是哪方面的？我做这个英国政府的一个 project manager、哦、然后同时也做心理治疗、就像我刚刚讲的说那个英国的机构，那时候心理治疗是比较属于那个有自闭症的那个儿童治疗、那同时我做心理諮商，在那个华人心理协会、是很好的学习，我觉得是很棒、因为你在国外你会看到不同的人、那我虽然是华人，但是我们也会碰到不同的人，中国人、台湾人，这个香港人，是，还有会有一些马来西亚、新加坡人、所以其实你会碰到不同的人。那同时我另外工作的同事又有很多不同的英国人，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所以你在英国工作期间啊，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英国印象深刻很多哎、打个比方，同事，在国外，在英国，尤其伦敦，它是一个非常 multicultural 的一个 city。比如说我的同事，我的部署有法国人，有意大利人，韩国人，日本人，对，所以你去能够去包容不同的人。那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在国外工作，他们很 respect， 很尊重彼此，很尊重彼此。我打个比方，有一次我5:05。还在跟我的执行长开会，执行长一看到时间说，哎、不好意思，5分钟 delay、跟我道歉。我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说华人那种习惯有没有，5点、6点、7点老板没下班你大概也很难走，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哇，他对于工作这种对于每一个人 individual 的 respect， 我是觉得很棒。对，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后来你又是怎么样选择回到台湾的？其实回到台湾，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其实拿移民签证了，在英国也7年了，对，然后孩子也那边出生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在想说，大概就是会在那边定居了、因为也开始拿身份了嘛，对，又要回到台湾，是，我觉得转换，对，那个时候因为我父亲开始就是被诊断有癌症，那我太太的父亲大概2年前过世，其实那时候我们还蛮难过的。我觉得说，我们那时候觉得没有机会跟到家人相处。那我家里又是长子，然后我儿子又长孙，那我觉得说那时候在英国也觉得说，其实7年也蛮久了。对。那一方面来讲，我觉得除了家人以外，一般方面来讲，在英国我觉得说，其实要突破也是很有限制。所以真的也很想回来跟家人相处。后来刚好神又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时候了，7年之痒嘛，要回来跟家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决定回来，祷告很多，那也感谢主，因为回来这段时间，我父亲跟我儿子有很棒的一个交流，然后我父亲去年过世了，所以其实真的可以陪父亲走最后一段路，我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我觉得我让孩子看到说，我不是我们讲爱，不是讲爱嘴巴上，而是让他看到说，最后的时候我们是真的陪了爸爸走。要不然我以后怎么跟我儿子讲说，你看，他也认识到他的，对啊，爷爷，对对对，他的爷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家庭教育也是相当重要，而且我们常常讲亲子这方面，我是觉得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做。后来你在台湾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其实台湾一开始是做心理，其实走心理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毕竟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大家还是比较属于说啊，心理有病啊，忧郁症、躁郁症什么，还是比较去找医生。所以那时候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就想要走的是关于这个气管顾问。哦，那就比较容易。应该这样讲，气管顾问门槛也很高，因为你基本上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资历，对，一定的学历，一定的能力。要不然你去当顾问，人家觉得说你没有经历的话，你怎么来帮我当顾问？对，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在讲到，我觉得上帝也帮我开了很多不同的门。好比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被 interview， 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就直接有工作。哦，那很快就找到气管顾问的工作。对，然后在气管顾问一开始的前面3年里面，累积大量到不同，好比说500强的企业里面，我大概去了100多间，中国内地呢去了40几个城市。哦，所以你很忙喽，要常常飞来飞去，真的很忙。上海、北京呢？我刚刚讲40多个城市是光去一次，还不包含上海跟北京是连续不知道去多少次。所以那时候我们忙到最后，我觉得家人其实也是我的 priority， 我应该要重新回来台湾，然后寻找就是我真的想要回来的原因。哦，所以后来您是在怎样情况下又开始决定跟妻子创业？对，成立气管顾问公司嘛？是，也就是我刚刚提到，我就是说其实。你被人家请其实不是不好，累积专业，累积知识，但是创业我觉得是一条完全截然不同的路。
所以对我来讲就需要很多的祷告啊，或者是觉得很多的确定知道说这个是不是上帝要我走的道路。嗯哼，所以那个时候当然祷告也很多啦，然后也发生很多的事情，让我去看到说，哎，其实年轻人不要怕创业。对，因为那时候我决定40岁创业嘛，我觉得说，哎，试试看。所以加上那个时候又去英国代理很好的一个测评工具回来，嗯，是等于是跟全世界那个是优势测评，哦，SP 跟盖洛普都是优势测评，对，就找到人，年轻人啊，或者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士，你到底擅长做什么？对，找到你的优势，发现你的天才。嗯，那我就觉得发现，哎，找到我的优势，发现我的天才，我做起来就特别的愉快。对，那你创业初期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困难或挑战的事情？一定都有。对呀，啊，你说创业没有碰到挑战跟困难是骗人的，是一定都有。包含刚刚说出国念书啊，是语言的问题嘛，对不对？能力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创业我觉得也是很类似。对，所以那个时候有机会开始去上冠冕的课程，基督教这一方面的课程，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在创业初期，如果你能学到一些好的东西，嗯，或者好些理念，那是什么样的课程啊？其实冠冕的课程，我觉得它是很好的一个叫做经营有道，哦，经商有道，嗯，类似这样的课程。对，那他才告诉你说，其实你的企业不是你的企业。嗯，其实那时候蛮让我蛮惊讶，说啊，我的企业不是我的企业，那是谁的企业？嗯，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给你的企业，所以是上帝的。哦，那这个观念对我来讲非常有帮助。嗯，因为我就会了解到说，如果这个今天这是上帝的公司，我就不能乱搞，哦，我就必须要认真面对它。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观念跟我们以前传统的观念不一样。以前传统观念是说，你是我公司啊，我员工可以怎么样用啊，我的交通费可以怎么样福报啦，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哎，当你一旦知道了这是上帝的公司，嗯，你会很知道说每一个关键每一个环节你都是要对上帝负责的。哦，所以就是一个按照圣经原则来我们尽量经营的公司，我们尽量，哦，尽量这样做。对，我不敢说一定完全学会，还在学习啊，但是我觉得过程一定都是在学习的。对对对对。所以您的太太也跟你一起经营这家公司哦？你们怎么分工啊？有没有遇到意见不同的？我觉得也会啊，因为基本上夫妻嘛。对。在好比说有一次我们在 interview 一个新人，嗯哼，那新人我蛮喜欢的，对，我觉得他应该有蛮强的业务能力。那我太太就觉得说，嗯，看了以后觉得是不是不太适合？嗯哼。那我就觉得说他哪里不适合？我觉得他不错啊。对。但是我太太就是说他哪一些部分觉得说应该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那我说我们也给人家机会，可是他就觉得说他感觉就不太对。嗯。所以对，有时候在用人方面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来怎么解决？就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应该要尊重彼此。嗯。所以如果有一方觉得不太圣灵不对，那我就不去用它。后来也证明确实是好的。对，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都会去一起讨论，好比说去英国，对，嗯，代理回来的课程或者代理回来的工具，我们就是共同有相同的信念，觉得哎是好的，哎，果然一路都很顺。嗯，所以难免我觉得夫妻之间都会有这样状况的。对，那您是以何种的经营理念来面对现在的这家气管顾问公司？我觉得如果要说，还是真的很希望是以上帝的心为心。嗯哼，就是说希望是传，不只是传福音，嗯，也很希望是，因为我们在讲优势，我们很希望帮到更多人。所以在做企业的时候，我们希望不是只是盈利而已，因为盈利虽然是很重要，但是你希望在做企业的同时还可以帮助到人，嗯，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嗯哼，所以在帮助人这一块，我相信您遇到很多的客户，那你在跟客户的互动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啊，很多啊，我印象有次很深刻，嗯，其实很多次了，啊，对，非常多次深刻，随便讲都可以讲很多，怕你的时间不够。对，那你可以。但是我觉得哈，最特别的有一次，有一个客户，他是一个非常算是顶尖的一个一个公司的主管。嗯哼。那当他在做完这个优势测评的时候，他很惊讶，他在工作上面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优势，而且他工作的不愉快。然后他感觉我讲的这完全就是他现在碰到的状况，感觉很像算命，因为他其实不是基督徒嘛。对，你说在工作上面不见得是，对，他觉得我好像在算命。我说不，我不是在算命，嗯，而是我们学心理的嘛，其实学心理学，再加上这个测评工具，能够去看到你的一些 potential，嗯，但是你的 potential 也就是你的优势或者你的那个潜能没有被发挥出来，嗯，我就很好奇问他说为什么。他讲开始很难过，他觉得说他碰到一些状况，那后来也因为这样的帮这测评呢，帮到他决定要离开工作，然后要去找一个新的
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彻底一定要帮他离开工作，而是如果你没有发挥，其实很可惜。那当然我们也碰到有些人他发挥得很不错，那他也做得很愉快，那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发现说，其实是很棒的事情。对，真的是很棒哦。可以这样去一方面帮助人，一方面又是在工作。对，因为你就觉得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你看他付钱付得开心，对，我们帮他帮得快开心，嗯哼，公司也高兴，对，哦，不是说因为有时候你不是说公司离开人，他们会觉得损失人才，有时候错的人放在错的位置，或者是对的人放在错的位置，其实对公司来讲都不是太好，对不对？所以其实也是好的。对，所以这就是你目前在这份工作上，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事情还有哪些？还有最鼓励你的？我再打个比方好了，过去我们在做心理治疗，对。心理治疗呢，我觉得就像正向心理学家那个塞利格曼教授，他是正向心理学之父，他说我们对于心理学的了解只有一半，对，因为我们过去做心理治疗或者心理这个諮商，大部分都是看病人的问题，而大部分来找我们都是病人，所以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一直在看问题，看到最后我们自己都压力很大，所以另外一半其实呢，塞利格曼教授就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看专注是人的优势跟他强项可以怎么发挥，如果我们一直看他的问题，他就一直问题导向，可是我们看到他的优势，我们就会看到他是怎么样可以发挥他的强项，就要从 A 到 A 加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很棒的事情是，以前做心理治疗帮到这些人，他们顶多会开始吃药做心理治疗，他们也不开心，可是也不是不好，也是需要，但是反而找到你的优势让你做得更好，从 A 到 A 加，我觉得那是比心理治疗开心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就是从优势中去发现自己人生的定位。对啊，好比说嘉荣主持的专长，对不对？你这样会主持，然后发挥得很好，那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就是福音，对不对？对。然后我们能够这样子来被采访，我们也喜欢讲，能够善用我们的优势，大家有学到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对，所以其实你也是真的找到你自己生命的优势哦。对啊，你当初决定念心理諮商，是看起来真的是一条对的路。以前不知道，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 MIS 工程师。你以前当过工程师？对，因为基本上20年前的时候呢，你知道大家就说.com啊，然后科技新贵啊。可是我因为我学历很低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办法，只要能够去跟电脑有关的，就想要挤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喜欢，但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就说科技新贵，你一定要走向.com啊，或者是我那个时候做。那个波接上网还是那种插那个有没有电线，然后按下去呢，等很久，一个网页大概要 loading 17分钟了，17分钟，17秒，从17分钟就分。那十几年前的事嘛，对不对？2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不开心，对，但是为了工作你也没办法，对。但是后来走上心理这条路，我就觉得，我企管顾问，因为我小时候就很爱说话，所以你看，那真的是很适合观众朋友可能感觉到哇。就是陈大洲老师怎么讲话讲这么多？不会，真的很enjoy。对，不过諮商又不一样哦，諮商大部分諮商要听人家讲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諮商这个训练的时候啊，大部分50分钟里面，我大概讲话的比例大概只有1/5，所以我们很习惯的聆听。可是你做顾问、做讲师，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分析，你要能够讲。所以我也觉得发挥了我的优势。所以到目前为止，从创立公司到如今。你觉得你生命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很感恩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感恩很多其实我非常感恩，就是本来是退学，高中辍学，对啊，或是专科退学，然后22岁才高中毕业，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可以到伦敦大学，而且2014年、2015年伦敦大学的教育学院是 QS 世界大学教育学院排名的第一名。对，我以前真的是想，我是一个被教育边缘化的边缘人，对，然后居然可以到国外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硕士生，所以我们基本上拿到硕士证书那张毕业证书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是哭着，然后跪着在山上祷告，感谢神。那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因为真的很不可能哦，对你而言，因为我从来不是会念书的人，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我也不爱念书啊。可是后来到现在一天。我那时候真的常念书的时候，爱念书到一天可以坐10几个小时，不用起来，就真的你就上帝改变我的心，让我真的很爱念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阅读。然后尤其做了顾问以后，阅读真的很重要，其实变成一种习惯，就是喜欢阅读。对，我今天刚在节目
开播以前好像你也是拿着一本书在看哦，随时随地都在随时随地都要看书，对对对对，那真的改变很大，是非常大。以前不爱念书，到现在我觉得很值得感恩，然后加上教会很多的朋友，我也觉得很感恩，因为他们愿意帮助我，让我可以相信我自己，原来我可以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啊，在我的书里面，因为是讲这个效应，心理学的效应，对，其中有个效应叫链状效应，有点像是所谓的孟母三迁。如果你的环境都是不爱念书的，都是玩的，那你自然而然很容易被影响。可如果你的环境这些链相关的链都是爱念书的，他们都是上进的，是，自然也容易被影响。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被改变很多。所以你觉得真的就是你遇到一群很爱读书的好朋友，是，然后你也愿意改变，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对，如果这些好朋友你也不愿意，然后你也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我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我说哇，这群朋友是我从来不会认识的，因为我认识的都是爱玩的嘛。哦。那些会念书，他们愿意跟我交朋友，然后愿意打开心胸，而且无常不是说今天你一定要做基督徒，我要跟你做朋友，并不是这样，而是反而是真的很想帮我。看到一个这样年轻人，然后这样堕落，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戒烟、戒酒，甚至早就没有吸毒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哇，大头你也改变很多，我就很 enjoy 我的改变。然后到我受洗当天，我的全家人都来，他说不可能，这不是我们认识的大头，怎么可能改变这样子？所以他们来看的时候，他们来看的是心态，并不是看我的改变，而是看这一群是不是怪人，或者是什么异？为什么？对啊，大头来到这里就变了。对，所以他们后来看了以后说哇，他真的是不一样，而且这些人真的不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相信了。那后来我弟弟就隔一年之后也来到教会成为基督徒。所以家人目前都成为基督徒了。我觉得正在努力当中，但是毕竟他们看到我们的改变，我觉得家人就自己的改变其实影响家人很多。对，真的很高兴今天听到你这么棒的生命故事哦。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陈大洲他的生命故事，我们知道人生真的可以随时开始。靠着信仰经历上帝的恩典，他找到生命的动力，以至于他开始愿意改变自己，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次再会。